今年重庆南路的地面的书店一楼了，现在剩不到十家。自从有了网络书店出来以后，传统书店就是店内一部分就改成卖文具了，因为文具还算是有利润的。路已经很难看到前景，就会像我们 7-Eleven 这种便利商店开了以后，传统的跟他讲到手表。谢谢，珍重再见。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